听山是对好鸳鸯，看你的好我也将未哭，上江目屎像溪流。妈母啊，食个正欢喜，搁唱歌唱到安尼，敢若袂输咧 KTV 咧？你表妹在哪？在。你是不是应该念咒啊，还是烧一挂咧招魂的符啊？哎呦，迄吼、哦。拢是甲吴叔叔在骗人的啦，还表演给人看。其实哦，我拄才咧拜时，招鬼的口令哦，我已经传出去啊。啊，会来未来哦，就靠运气啊。等迄个招鬼来，你要哪做？啊啊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若惊吼，就大声甲嗌出来啊！哦，啊，煞来咧，你袂安尼，规面拢安尼，啊啊啊！我观察看卖咧啊，观察是啊，啊若无观察，那要哪会知影讲要安怎样甲迄女鬼做朋友？每一个鬼神拢无同款，死法嘛无同，个性嘛无同，啊咱若无甲伊看好清楚吼，那好伊神会甲恁教。你讲安那会恐怖？我袂来念念。哎，啊你进来呢？上江目屎像溪流，你着乖乖转去恁家。你来转去转。我讲啊啦，伊永远袂来啊啦。阿嬷，你好厉害哦，你连鬼都可以招过来。大家拢嘛安尼讲。阿弥陀佛，碰到你真是碰到救星了。是安怎？我们家就和主人两个人住，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阴风吹来吹去，我们俩身体也不太好。咱未去有甚物刷着？所以啊，阿嬷，拜托你了，来我们家看一下好不好？啊，我这人上个热心啊，有甚物代志你尽量讲。阿母，你即摆在创啥？我咧准备用阿要做法的豆腐啊。啊，这物件拢是顾拿熬的，跟走鬼敢有啥关系？啊，你敢无听着？查过去，啊，讲话讲袂出来吼，表示是去用溺死的，所以爱加用一寡中药给伊顺气。啊，不过无烧伊，我那想袂着啊，这物啊敢唔当烧？哦，你哦，想看有啥物较好的办法无？我对我马木有信心，什么怪办法他都想得出来的啦，哦。啊，对啦。讲话讲不出来吼，爱用的用演的啊。人迄啰吼，神明要下凡来指示代志吼，边啊有一个道头啊，伫个做通译。啊，咱嘛用来请一个道头啊，来配合着迄女鬼啊。做女鬼的道头。啊！你三个拄啊好啦，你看遐三个字。哦，你看。你都跟我们哥，你们要东西吗？哎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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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九妹，麻烦你带马木去吃饭哈。咖喱鸡肉饭是我的最爱。没有什么词汇可以形容台湾的牛肉面了。哇，我早就
就想要吃咖喱鸡肉饭和牛肉面了。马木，我们要吃饭才有力气去抓坏人呢。哎，夏爷爷呢？要加菜了。加菜？为什么？我一天没有肉就活不下去了。那没配合这路贵的剁头吼，要爱加菜再出来了。三个拢有份啦，紧吃。今麦要吃啥？马木说：“今天晚上只需要一个男主角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制约呢？”小神童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哦，可以跟女鬼同床哦！啊，你真当我白痴啊？你不会自己去？好，那是老方法，抽签，谁抽中乌龟的，就由谁热情上场，怎么样？关大仙了，本来是我，剩下的是你的。天灵灵，地灵灵。我才不要嘞！小女童也不要太难过了。我跟你说，王老公说那个女鬼很漂亮哎。跟你说，用你的热情去温暖她的心，将她融化。我是为你哭的。为我？用你的热情去温暖她的心，将她融化。甲着你同款，大家出去外口烧银纸，也毋通出声。哎，那也要像上次一样，王小凤留下来陪睡。陪睡？像你这么衰的人，下面该你捆呐。小凤，我们出去聊天，吃巧克力。嗯。马木，你叫王小凤进来陪我嘛。马木，这哪一国做法嘛？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。在一样的山里面，一样有爱与被爱的。啊，你干么好？我猜，我让侯文顺去办代志哦。都唔捌一摆放水咩咧？来啦来啦，有物件来啦！